私に指図するの？いつそんなに偉くなったの？こうしましょう。お手紙をお書きくださいまし、今すぐ私が届けに参ります。今日のお昼過ぎお会いしたいのでお出かけください、そうお書きくださいまし。どうしてそんなこと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板倉さんの下宿のご主人は酒屋のおじさんの囲碁仲間なのです。酒屋さんは奥様の姿を板倉さんの下宿で見かけたことがあるというのです。私はもちろんそんなのは人違いだと言いましたけど、このことが旦那様や坊ちゃんに知られたりし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ります。板倉さんがここに来られる分には何も不都合がないのですから、そうなす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お願いです。小さいお家。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道尽日本人所有心事的导演山田洋次，本周推出他人生中的第82部作品《东京小屋的回忆》。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影评人涂祥伟来到现场，我们分享。小兔哥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你好，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东京小屋的回忆，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的主角是那个红色屋顶的小屋。对，它从片名书名就已经讲这个小屋了。就已经讲了。那导演说他小时候其实也住在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屋里面。小文哥可不可以先帮我们讲一下这个电影本是在讲什么故事？好，讲到这个小屋，可以讲回这个时代的背景哦，因为它大概是30年代哦。那个时候其实日本刚经过00年代的那个经济的萧条。然后开始慢慢的复苏，然后但是又遇到了这个大地震完，所以整个关东地区是在重建的。那所以也有人说，其实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小屋是指那个时候很多重建的房子，对，就变得有点欧化。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红色屋顶，这个电影里很明显，从电影的一开始，故事刚切进去的时候，这个女仆啊，其实她是从这个女仆的回忆啊来看着一整段将近跨了快60年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历史啊。那这个女仆其实是电影里面这个七夫木聪演的这个当代的这个日本年轻人的姨婆啊。那从姨婆过世了以后，她在回忆姨婆当年跟她诉说很多过去的在人家家里帮佣的故事。那其中一段最长的让她最难忘的回忆，就是在这一栋很美丽的红色屋顶的小屋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其实他在讲的是一个偷情的故事。我们刚刚自己都在聊说，最近这个话题非常的很夯。但是我开玩笑说，其实我看这个电影完全不觉得在偷情，可能因为他是日本人哦。再加上这个电影是一个30年代的一个背景，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电影虽然是讲婚外情，但它其实是非常压抑又非常低调的哈。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观众会看到非常标准的日本的这种压抑下面的情感的一个关系啊，然后仆人跟主人之间那个关系。可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也是我觉得台湾观众也可以很快就进入这个背景，就是他讲的也是整个从这个30年代二战快要开始，一直到发生二战，然后一直到后来战后整个的到当代的年轻人去面对这段历史的这些部分，在这一个爱情故事或是一个主仆关系的故事里面，这个背景其实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其实这个电影也是有所本嘛，是改编自中岛金子的小说，特别是写到说，因为前后时间轴就是横跨60年，他就说就是在就是二战日本的就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还没有猖獗之前，日本人曾经拥有过就是这种昭和摩登的很美好的日子。是，其实对我们的就是台湾人来说也有相同的记忆背景，对不对？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台湾人看是特别会有感觉的。台湾有很多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建筑啊、文化或是习惯，可是里面又混着很多当时从西方进来的一些西方文化的东西，就会我们讲 mix 变成一种很特别的一个情调。那在这个电影里面，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有这个部分的切入。我特别喜欢他用的一个叙事观点是，他用七夫木聪这一个当代的年轻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一方面他在怀念他的姨婆，因为从电影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姨婆可能某个程度上甚至取代了母亲甚至奶奶全部的这个角色哈，对他的一个照顾。可是这个姨婆也象征着跟他之间的一个世代的差异。对，所以当姨婆
在告诉他很多当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姨婆的记忆是变得很美化的。对，就是姨婆把战争这件事，把日本参战这件事，把日本攻打南京，甚至南京大屠杀这件事，都用很粉饰太平的方法，或者甚至说在时间的轨道之后，他只记得那些他记得的依稀美好的那个部分。对，那这个年轻人就变成是一个吐槽的角色，他就告诉他说历史课本不是这样学的啊。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历史如何的被下一代人看待去诠释，我觉得也代表着这个导演的观点。有意思的是，这个导演山田洋次，他其实自己也是活过那个年代的人哦。对，他31年生，然后他其实曾经跟着爸爸的工作的关系到这个中国的东北去，那个时候就是战争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有很多对那个时代的投射在这个电影里面，所以我觉得台湾观众在这一块方面应该是很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说山田洋次导演，他其实他已经高龄83岁了，但是他这是他人生的第82部。对，如果用他年龄来算，他平均一年拍一部 片，而且一岁就开始拍。对，非常的惊人了。小王哥哥帮我们讲一下他的风格还有他的代表作品有哪些。好，其实山田洋次我刚刚说的，他大概1931年生，然后大概50年代的时候，他是非常标准的从编剧开始起家的，然后后来做导演啊。那他在日本的地位非常的崇高，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通俗剧大师啊，就是关于讲庶民的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导演。他最擅长的题材就是从日常的平常的平凡人的生活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婚姻生活，夫妻生活啊，甚至是尤其是日本男人那种被传统跟婚姻束缚，可是又想溜达出去偷偷腥这种观念出来的一个非常传统价值的日本导演啊。所以他拍了80几部作品，其实最有名的是因为他拍了40多部的同一个系列的电影，叫《男人真命苦》。我想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资深的影迷可能以前看过这个系列的作品啊，这个系列非常的了不起，他从头到尾是同一个男主角演的。那他就是一个这个有点风流的啊，然后到处都有情人，到处都有不同的故事跟朋友，所以可以拍了40多集啊。那我开玩笑说，这个系列跟这个男主角大概是全世界唯一可以跟007庞德媲美的长寿的一个系列。但是这个电影的系列非常能够反映日本人的这个世界观或是价值观啊，那也很能获得到日本尤其是男性观众，其实我觉得连女性观众也一样会认同他。所以甚至很多时候这个男人真命苦系列甚至是这个贺岁片大家都一定要去看的这个电影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几年台湾观众比较熟悉他的系列是这个武士3部曲，然后他拍了3部跟武士有关的这个电影，都是从这个小说改编。那一般人都觉得武士是非常的这个阳刚的、骄傲的，对，跟他都是讲这个最低阶的武士，然后看起来穿的这个武士的衣服出去，可是他还是要面临很多我刚刚说的像这种生活上的一个基本的困难，经济上的不足，甚至是感情不敢说出来的这些事情。所以他的电影其实是寻常百姓的电影，所以他其实某个程度上是非常能够代表日本的庶民的精神的一个导演哦。那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创作力还很旺盛。如果我没有记错，他这几年几乎平均还是每年至少有一部作品，其实很厉害。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很有意思的是，他说其实这个女仆看起来就没有声音啊，看起来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然后没有存在感，可是其实这个女仆才是家里的重心，因为她知道所有人的秘密。